咱从新闻镜头说咧，龟山乡龟山太平老家保留着五十几间的病厝，有的水近九百年以上，连每一间老厝的格子窗拢无啥共款，也变作老家的一大特色。来到梅山太平老家，老厝的数量够将近六十间。旅游大学的教授是针对张文环的作品特别前来研究，发现到老厝的窗啊，拢是用着木材设计的鸡鸭窗，而造型多变，相当趣味。经过统计，大约有三十几种无同款的鸡鸭窗。就不能见到真侪格子窗，目前阮大病有这个格子窗，经过中兴大学蔡刚廷教授吼的研究，有三十几种格子窗。啊，阮遮有遮五十间、五十栋以上日本时代建筑，所以讲为着这个格子窗啊，这个建筑之美，所以讲咱结合咱张文环的文学内底有写着作者格子窗的记忆。我咱遮所看这个格子窗吼，是使用伫这个大厅吼，啊，伊这新民厅内底这种特色的，但底个一个暗关吼，会使开启。所以讲，你啊风头是内底关起，啊，你啊日时的时阵，可以通风，啊，这种是一个建筑之美嘛，符合这个通风甲实用。建在老街，窗啊，就是历史的象征。对于建材，可以看出时代的长短。有的是已经被铁窗来取代，而除了鸡啊窗，真侪老厝是随着时代增建着现代的铁片。太平社区也要来准备改造门面，来彰显古早味。拢用铁皮吼甲盖起来，啊，所以讲这间厝就失去较早古早的建筑的意义。所以咱这回要透过咱这回啊文化部落，要把这个铁的皮吼部分拆掉，恢复较早有建筑之美的雨林板来个呈现，让阮太平老街呈现也当作复古恢复民国。十年、二十年，迄种的文化场景，当地人看起来真平常的鸡鸭汤，在外地的游客和专家学者的眼里，是相当有历史的价值。这所代表的是一种中明的文化，无同款的时代，用着无同款的设计，是展现出先民的智慧。西安新闻大概发梅山乡采访报道。